やっぱり、東京裁判で天皇を戦犯にかけないというふうな当時のこう国の意思がありましたから、やっぱり天皇にまで及ぶようなそういう裁定権については隠蔽したいというふうな国の意思があったもの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しかし、アメリカ軍は日本のそういう731部隊の幹部と取引をして、それで事実を共同で隠蔽をしたと、こういうふうになってます。交易就这样完成了，交易的双方各自拿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石井四郎和他的部下们从来没在任何一次审判中出现过。731部队和他罪恶的武器以及他的死难者们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黑暗里。They faded into the population. 石井四郎平安地退休，享受着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直到1959年因喉癌死在自己家里的床上。死后造了一个大大的墓，而细菌战另一位元凶北野正次活到近90岁，前不久才刚刚去世。731的骨干们在战后继续活跃在日本的政界或者医学界里，他们不光自己活了下来，他们还把他们无视生命尊严的传统也保留了下来。前不久，日本医学界爆发了绿十字血液丑闻，绿十字公司进口没经过加热的血液制品，导致无辜者感染艾滋病。而这个绿十字公司就是由原731部队的人员创办的。日本国会无党派议员川田月子的儿子就是绿十字的受害者之一。は患者さんの命を守るためにあるわけですけども、その戦争中731部隊はまさにその、研究のために、人間の、人間というか生きた人間を実験に使ってるわけですね。で、そういうのは、お金儲けのために、企業の利益のために、患者の命はどうでもいいってことをやったって点では、まさしくその、人命軽視というところで同じじゃないかなって思ってます。由于美国和日本政府的精心掩盖，战后几十年里，日本细菌战的事实一直不为世人所知。I know that there are still to this day, over 50 years later, great numbers of documents and facts that have been kept secret on the American side, which, while regarding the German activity and Austrians, it has been released, but for the Japanese activity, it's still a secret, and it's outrageous, and we must work to change that. I'm saddened to report to you, I'm ashamed of the behavior of my government in not being willing to learn the truth, to expose the truth, and to punish those who committed these horrible crimes upon innocent civilians in China. 但正义人士为揭露细菌战这一历史罪恶的努力从来不曾放弃。鲍威尔，美国资深记者，曾住在中国多年，50年代初就开始揭露日本细菌战和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武器的事实，因此曾被美国以煽动罪起诉。I could have been, but I was lucky. I didn't get put in jail. They tried to. They charged Sylvia and me and a friend of ours, Julian Schumann, who worked with us. They said that they charged us, all three of us, with sedition, which is almost like treason, but not quite so serious. And that's when we had a trial. This went on for months and months and months. And then we had a mistrial in which the judge and the people said things they shouldn't have said, and the case was not dismissed, but the trial was stopped. 哈里斯博士，美国历史学者，多次来中国调查研究细菌战。1994年，出版了专著《死亡工厂》。在这本书里，哈里斯博士
用大量无可辩驳的证据揭露了日本细菌战，特别是731部队的罪行，并详细地披露了战后美国为获得人体试验资料而与石井四郎达成罪恶交易的全过程。哈里斯先生的著作为日后的细菌战诉讼提供了大量的证据。1999年，哈里斯先生还写信给美国参议员戴安·法恩斯坦，支持他和几名参议员一起向美国国会提出提案，要求美国政府根据情报公开法公开有关日本军队的资料。目前这一法案已经得到通过。哈里斯先生为让西方世界了解日军细菌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是就是细菌战诉讼将要做出一审判决的前夕，哈里斯先生辞别了人世。我们还应该特别提出一个名字，日本著名作家森村诚一。80年代初，森村先生自费来到中国，到哈尔滨实地了解731部队的罪行。回国后他写出了纪实作品《恶魔的宝石》一书，第一个把731的罪行介绍到日本，在日本社会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迄今为止，这本书发行已经超过了500万册。从80年代这个后期开始呢，这细菌战的这个揭露呢，就是说逐渐逐渐形成了高潮。尤其呢，就是一些日本的正义人士呢，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此呢这个奔跑努力。而在他的受害地中国，对日军细菌战的研究和对有关文物的保护也正在展开。